性质啊明较会使。人若无明的时阵，到底你是咧牵肠挂肚吼，还是咧色素？你家己唔知影。吼，那色素是为着啥？为着要安尼啊？无色素要创啊？你讲希望我做到啊？你也赶快对我咧做到啊？所以事情最后是什么？普令众生住什么？住善根中。这些菩萨回向善根回向，如是善根回向，普令众生住善根中，希望你本身安住伫你的神经内底，啊无咧神经一直拢歪啊，是伊的，所以这叫做回向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，我们做一些功德都要回向给我们的无始劫以来的什么冤亲债主、历代祖先以及现世六亲眷属？哦，回向其实就是为了这个。为人的小功，个人业果自己受啊、哦，怎么可以回给别人？你想这无形的物件，哪会当回给别人？个人因果自己了，怎么可能回给别人？原来就是菩萨的回向，就是为着要安尼，为了四摄、四行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是回向的目的。哦，我讲讲，干是一切法究竟空，哪要回呢？那回是不是又有能回的，还有受回的，还有回物？他们是三轮体空，干嘛回向？三轮体空嘛爱回啊，一切究竟空嘛爱得多啊，嘛爱万应啊。所以我们说。四教造习矣，从做起去。时呢，姨妈，佛陀的姨妈，就比丘尼，跟五百比丘尼呢围绕着，到佛所，洗手礼足，退出里面，乃至呢为佛作礼而去。哦，精彩的后边哦，这段足精彩，你注意看。尔时世尊了解佛陀的姨妈，就是他的姨妈了，已经离开了，所以就告诉比丘说，他们现在走后刚好像是什么，像是十四夜的月亮，十四夜的月亮圆了没有啊？但是快圆了吗？对啊，所以，反正你要，你也要譬喻呢。哎，说你现在就像呢八号的月亮。我八号的月亮，安偌济，当了一半呢。哦。所以你来讲，我你现在已经快是十四夜的月亮，我一对方也听中华语哦，哇，我的滴贝影啊。啊。所以要认真譬喻做好用的哦，人听来买中华语。再来，多众的观月，为是满吗？还是还没有满呢？当时这个月亮呢，还没有究竟满。如是善男子难陀，为五百比丘正教授正说法，以及解脱犹未究竟。哦，男此等比丘尼呢，命中之时呢，会还不到究竟呢，命中之时呢，还会出现一点点的。无明没有断，那只要还剩下一点点的无明没有断，那还会不会再去生呢？还会，所以说阿姨也过来，过来一直断，
的一段吼，就表示讲阿歪我的教授就是已经圆满了，说你们都来啊，所以我们再看。